我知道你忘不了黄恋，但我希望你能做回以前那个快乐的你。艾伦，其实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这样我就不用帮你们杂志画那两张封面了。 齐了，人齐了，什么事儿？快说吧。今天我把大家叫过来，是希望你们帮我做一件事儿，听上去可能不太会实现。别墨迹了，快点说呗。我的公司跟蓝度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将共同推出蓝度这款酒。 也就是黄恋用他和艺兴的故事粉饰的那款酒。这款红酒有两幅广告登在了我的杂志上，这两幅广告对于艺兴来说，等于是揭开了他刚刚愈合的伤疤，就跟上次推介会一样。所以我想请大家帮我一起，将这期杂志，将蓝度这款酒，排除在艺兴的生活之外。可是我不明白了。 你直接给你的公司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让他们把广告撤掉不就得了吗？我试过了，我的要求被其他的股东驳回了，所以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杂志全部都买下来。 范围那么广，你怎么买？我们可以分区域收购。你真的这么决定的吗？你怎么跟你爸说？广告商怎么办？而且，艾伦，不是我不想帮忙，你也知道，玻璃酒庄最近情况不太好，所以……你放心，费用由我一个人承担。郭艾伦，你太棒了。
艾伦，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有些事儿我必须做。还有3个小时，3个小时以后，这期杂志就会出现在全市的各个报亭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拜托大家了。 行了，别耗着了，走吧。艾伦，走啊！还帅呢，帮了忙。那天呢？他去给我们买吃的嘞。 对不起，这些本来不应该让你看见的。艾伦，你不用这样。我怕你看见难过。可是你们公司的损失怎么办？这个你放心，我有能力。 世界吗？很有意思的杂志，他们居然在上期上市之前，把全市每一本的杂志全都买回去了，这让我很好奇，这期杂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居然能让他们做出这么愚蠢的事儿来？杂志没什么问题，是封面太难看。 杂志没什么问题，难看吗？这是你自己。就是因为有我，这个故事，这瓶酒，他们结合在一起，
挺让人讨厌的。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为了这期广告，把全市的杂志全都收回了？换作是我的话，可能也会这么做的。你在说什么？我真的伤害他。你是蓝度的代言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给我打起点精神来，别再胡思乱想了。这帮蠢蛋们，我让他们知道，他们失去了多么大的一个机会，他们居然在跟咱们动土，挑衅咱们，好吧？那我就借助别人的平台，把这期广告全都给铺开，重新来做。等着瞧吧，黄连，我让他们跪求咱们。找个时间，你跟我去见 COM。传媒集团的总裁，嗯，我不早就说过了吗？我想请一段时间假。你在说什么？现在那两个姓郭的正在跟咱们宣战，你还要请假？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去。王林，你现在最好想清楚，你现在应该做什么。王总，对，好久不见了嘛。对呀，对呀，对呀，我就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吗？啊，您稍等，晚上六点。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吧，其实这房子挺好的，现在热售。之前有位住户叫陈一新女士，我是来找她的。陈小姐，对，她早就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了。抵押了啊？为什么？这不知道，反正是后来没钱，银行就把房子给收了。我现在就是受银行的委托来卖这房子的。那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这我哪知道啊？但既然他已经落到这步田地，我想他可能会去投靠一些亲朋好友什么的。要不您就不再考虑了？谢谢，不用。还有别的房子，挺好的，真的。谢谢。好，不客气。慢走啊。有人吗？有人在吗？有人吗？酒庄现在就是你一个人了吗？大家都在。
一心呢？别白费心思了。我答应过独山他们，不会告诉你一心的任何情况。不至于吧？我都成功敌了。那就不谈这个了。我在国外的时候还想起过你。是吗？那里有很多很好的酒庄，而且每一个酒庄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总酿酒师。他们都很老，但是他们有很高的地位和名气，为人崇拜，被人敬仰。我想以你的才华，用不了十年时间，你就可以得到他们干了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没准当初你跟我一起去国外的话，现在回来……我不可能和你一起。为什么？在那儿你可以实现你的理想。我的理想不在那儿。因为潘潇？没那么简单。你们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干嘛那么好奇？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你也会遇到跟我相同的事情。你觉得他的观念是对的吗？观念。是谁呀？你还有脸回来见他？我跟奕欣用不着你们管，就告诉我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你以为他还会在那间小房里等着你吗？这段时间他遭遇了什么你知道吗？他是怎么过的你关心过吗？你根本不配再见奕欣。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我他在哪儿是吗？是。你跟奕欣已经彻底结束了 ，over 了。我们就是知道，我们也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你。我会找到奕欣的。
这些你是给谁准备的？那你这身衣服又是穿给谁看的？我穿着高兴，你管呢？谢谢你，谢谢你跟我一起也能穿得这么美丽。正是场合嘛。再说，我这身衣服可不光是为了你给你穿的。什么地儿啊？怎么全是爷爷奶奶？今天呢，是一个以关爱夕阳为主题的慈善晚宴，而这些老人都是一些退休的老干部。一会儿会有一个红酒专家推荐几款不错的红酒，所以带你们来看一眼。关爱夕阳，我看是关爱高血压吧。走吧。感谢大家光临今天的关爱夕阳慈善晚宴。首先有请为本次慈善活动慷慨解囊的著名红酒收藏家潘晓先生上台讲话。喂，蛋哥，别去。我手中的这款73年的木桶酒，正适合今天晚上这个场合。你别管，在此。我将这款酒奉献给大家。我今天一定要替Yixin。我祝各位前辈们，喂，大哥，身体健康，再次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请大家举杯，大家一起分享潘晓先生的木桶红酒，干杯！潘老师。你不把我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吗？哈，这位是我的学生，一个好学生。今天潘老师叫我过来陪你们喝个痛快，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不醉不归。小姐，潘先生一定是弄错了，今天晚上这里是私人公寓晚会。没有搞错啊，你们开慈善的这帮人不都是很有钱吗？潘老师一会儿会请他们喝完酒之后，还会叫你们投资呢，是吧，潘老师？好，好，好，行。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朱小姐，是他的女朋友。她不是你的学生吗？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能勾引你的学生啊？我真的是他的女朋友，我从上了大学我就跟着潘老师，我为了他。他跟我男朋友分手了，而且还退了学，离家出走。我永远永远都是潘老师的好学生。回家吧，闹够了吧？我还没玩够呢。再这样，别逼我发火。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对人家呢？我对你付出那么多，一点回报不说，你还这样对我。你看是影响吧？哎，现在怎么这样？哎呀，老师找。我今天栽了，行了吧？请大家原谅，当大家的面，我出丑了。他这不像话。我和朱小姐，这段故事都可以写一部小说了，也许真的会写一部。今天。真的是非常抱歉，一切责任都在于我，请大家不要因为今天的事情
对朱小姐有什么不好的看法？站在这里的是一个可怜的、迷茫的小女孩。正是因为她深深地爱着我，所以才做出了今天的这样的举动，打扰了各位的晚宴。其实我们俩也早就不是师生关系了。她是我的女朋友，炙热的爱情会让一个女人做出疯狂的举动，请大家原谅，原谅我们。其实我也非常爱她。请大家原谅，原谅我。这才是你想要的。你以为我今天来真是跟你玩角色扮演的是吗？你错了。早就走了。怎么样，潘老师，下不来台了吧？你还是放不下我呀，蛋壳。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放下了。从现在开始，你是在向我宣战了。才知道你之前为什么走，因为你就是个懦夫，你只会撒谎，只会逃跑的懦夫。你害怕，你害怕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根本承受不了我。说不出话了吧，潘老师？你干嘛？放开我！你让我恶心！放开我！现在我已经不是你的老师了，也用不着再忍耐对你的感受。
头埋进沙里，来逃避对爱的恐慌。对镜子问自己，勇气在哪里？当初的回忆，爱已看过去，爱你才离开。寂寞因为爱，回头看海。是我做了最痛苦的决定，眼泪握在手心，无法继续继续到底，这爱情也失去。回忆里我的呼吸慢慢悄无声息，闭上眼睛又回来起点爱情。阻止了月光照亮夜的伤，鸵鸟把头埋进沙里来逃避对爱的恐慌。对镜子问自己，勇气在哪里？当初的回忆，看一看过去，爱你才离开，寂寞因为爱。你回来了。你怎么了？你刚为什么不等我？哎，你那个坏的衣服呢？拿来我帮你补。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看他们那样子对一心，我太过意不去了。你现在已经讨厌我了是吧？没有。你现在不讨厌，以后将来肯定会讨厌。我们在一起吧，你愿意吗？如果只是现在的话，我愿意。那就够了。
站在这儿，我都不能专心画画了。我跟你保证，以后你的作品将会是我的杂志每一期的封面。不用特意为我做什么事儿了，艾伦。我来这儿只是想安静的画画。我知道，只是我喜欢你的作品，又恰巧是这个杂志的老板。除此之外呢？我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但我在这儿只是你手下的员工，好吗？好吧，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嗯。大家加油！好呀，哥哥。艾拉，多帮忙一些。郭总，放心吧。想重写那画面，我不愿像这个冬天你会换一个被窝，你说我想太多，我可以换个方式去说，我只想拜托拜托给我一个角落，让我对你诉说，我知道太多的话不能钻进你的心窝，房间里剩我独角戏的对白，无聊的开场白，只为听你说一声回来。你笑我那画面不经意出现在眼前， Oh baby， 我想重现那画面，这街角也在变，至少还有那咖啡店，雨停的夜，如果能过去这一切，我不愿像这个冬天你会换一个被窝，你说我想太多，我可以换个方式去说，我只想拜托拜托给我一个角落，让我对你诉说，我知道太多的话不能钻进你的心窝，房间里剩我独角戏的对白，无聊的开场白，只为听你说一声不愿像这个冬天你会换一个被窝，你说我想太多，我可以换个方式去说，你只要给我个角落，让我对你诉说，我知道太多的话不能钻进你的心窝，房间里剩我独角戏的对白，无聊的开场白，只为听你说一声回来。